词，那个词。先词练。词。他的后脑的话啊，我先来去定一个底线，然后他的头发我有可能也需要更高一点点。梦想练。两侧它还是希望那个有一些层次，所以我在两侧会有。嗯，我就是想看的皮肤。对。其他都看得好。对，他想要看起来丰富一点哈，所以他的脸部氛围我就会给他，像刚才你们看有一个黑头发黑绿的那种感觉，大概那个效果。只是刘海要比那个氛围再长一点。好，先压后剪。然后这个长度其实不太好剪啊，那我们就让客人的头围怎么样，微微的侧过去，然后保持自然垂落。把它漂过了头发好剪。哎，他的头发不漂都好剪，因为他头发细软啊。这个跟昨天那个鲍勃的头发完全是天壤之别，是吧？对，这个长度有的你要剪的时候，对，不好控制的。这个长度是不好控制的。但从你们的位置应该能看到这条线的流畅度，是吧？嗯。基本上我就看一下啊，我觉得有点保守，可以再短一点点啊。这个其实长度和比例是很微妙，有的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它的效果氛围都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接近我那个切口也是要跟划分线一致，齐平的。齐平的。就是，也就是说，我在分区的时候，我已经想好我要怎么写了，对吧？我那个设计是有目的的，然后我在分区的时候就按照我的目标来去走。朋克的这种发型呢，大多数脸部周围都是会有很多层次的，有点叛逆感。然后两边用同样的方式，那个直播的那个支架，我觉得我这属于偷懒直播，就是课程顺便播一播。快50个人了，60个人了。再搞基础一点，过百人，百万大师。他那个，我发现了啊，直播呢，他是这样的，大家还是更爱看剪头发。你讲理论这个东西啊，有人打瞌睡。他打瞌睡，他也听不太懂，他因为他本身他也没有现场嘛，所以这种想要快速拿结果。哎，对，大家就是想要快速拿结果。但你们来过现场上课的人，你会发现。我们来过现场上课的人，你会发现，其实老师讲的东西真的都是很精华的东西。是。但确实，学习它分阶段，它在某一个阶段，它的关注点它就在这儿了。你比如说，有一些年轻的发型师，你让他练基本功，练完了那个发型又不能做客人，他没有信心的。所以我现在的这个基础课程啊，我就是练的发型和实际他们工作当中就是刚好用到，嗯，所以就是你练完了你还感觉不是只是单一的练基础，我还能用到一点点效果。好，所以我这里是不是就相当于先完成一个齐线条啊。
后耳上这一片的分区你可以略厚一点点，但头发确实偏细软，对吧？感谢啊，感谢兄弟们送来的华子。感谢我的主播。好，干得好了吧，留下来。也行啊，你还挺适合的。那业绩带不过来呀、啊。需要报课程的直接私信啊。你挺像那么回事儿。挺像回事儿，咱会来是。对，好，你看啊，到了这边我就相当于怎么样？我要把那个切口延伸。那比如说我们再去看镜子的时候。是的，这位兄弟，是的。想象空间会更足一些。可以的。我看镜子，我要判断一下它的那个线条和我的目标是否是接近一致的。那我要的这个长度是不是我一开始比就是这个长度啊？嗯。它就接近了我要的那个目标。OK， 继续啊。感谢啊，感谢兄弟的关注啊。感谢兄弟送来的火箭。穿银卷。耳上耳下都压，然后保持这个分区线和这个剪切口。头发比较细软，它其实比较薄的时候，你可能不是那么笃定的能看到这条线啊，但是大概的轮廓是不是已经在那儿？那这种呢，你不需要分区，你完全可以什么一刀切掉，也是 OK 的。耳朵的部分，它其实耳朵还蛮好控制的啊。可以啊，干得漂亮啊，张扬跟那个芳芳，他俩今天漂得染的啊。嗯，漂亮。哎，还不错。受到老师的一致认可。芳芳零基础哎，他刚来两个月，他完全不是做美发的。然后张扬也刚来几天啊。染色染的挺好的。对。嗯，谢谢谢谢，加油啊、哦！加油！向你们学习，向老师学习。肯定多学习。其实美业的未来就是。是他吗？还年轻吗？对啊。那我怎么年轻？感谢兄弟送的闪耀星辰啊！然后呢？提前调一下，他真的主播上升了。好，我来看一下，我前面陪我的目标有点长，我站到这边，我边剪边对镜子啊。我如果我不想要这个长度，我需要马上把它解决掉啊，我不要等着留了干了之后再去修头发。站站顶起来，没确实可以。对，这个型就差不多了，我要让它看起来是平的就行了啊。然后因为等一下我这里不是要剪圆吗？要剪圆，所以我这里我需要有一个角啊，所以我如果要斜下去的话，斜下去这回再斜过来，这个角是不是太尖锐了？
线，它不是自然垂落，它可能长度保留住了，但是线条不干净。对，啊、嗯、对，没那个必要。基本上把头型去控制好、你把头位一撤就剪齐线条，真的是所有技术当中最简单最容易的。那是也最难剪齐。没有，那个笔记你们回去看一下，如果你能按照我那个方法来去剪，你一次就可以剪很好。不能说完美吧，至少吹完风你能看到一个干净的形在那，然后吹完风再去进去。其实为什么要学习？学习其实就是学方法呀。给了你方法你得用啊，你不用不就白学了吗？是不是？对，所有方面依照自然模特的头位身位应该也有关系、啊、对，头要正。所以我那天上来第一句话说什么？身体要坐正，双腿不交叉、嗯、不能翘二郎腿，对吧？对啊，我上来就说的这句话，这也是细节。对的，像你技术再好，他客人不配合你也很难剪。是的是的，如果他要动的话，我们可以跟客人稍微讲一下啊、但是他一直动，你想剪齐线条，客人不动，真的蛮难剪。你剪层次的话，他动一动，说白了你就没剪得很干净，他也不会出太大的误差。可是齐线条不行，他需要配合的。然后有一些客人他不懂，然后你也别不好意思说，你就跟他讲啊，你这里要配合我一下。就湿化的状态，我们自然垂落修剪，会不会需不需要略微的进剪刀然后翻裁一点点？可以啊，就是你在定引导线的时候，你不是很笃定的时候，你都需要比你的目标放长一他们说模特长得很漂亮。今天两个模特都是好看，是的，加油型，对，不只是好看。对。自信一点，不要投降。是实话，我没有。对呀、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女生更爱看美女，对，男生更爱看美女。我的站位啊，我会站在这里，我站在这里，这样你们看得更清楚啊。比如说我在定这一刀的时候，他的头是比较细软的，所以我会选择低角度。我的目标长度是大概在眉间，非得将就一下啊，鼻尖。然后我们来看侧面的一个长度在这里，所以我的手位和分区线我不需要往前面拉太多，因为他的脸型我觉得也是可以略微的打开一点点啊。今天是第三天。对，今天第三天。模特没有男朋友。有。你呀。你都别想了。对。啥呀你、啊？这上面问的不是我问的。有些问题可以忽略掉的，比较专业。我觉得还可以再起来一点啊，就是从你们的视频看，有没有感觉这块留的有点多，有点长？啊，这个地方啊，就是我往外拉的有点多。当我们再去剪这些头发的时候，到了真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再去打造一种风格，打造一种氛围，是吧？所以你剪完了呢，除了你技术的一个标准，你还需要看你剪完了这个效果是不是在你预设的一个目标的这个感受上啊。兄弟们，先赚4000。兄弟们把赞点到10000啊，然后呢我来满点一下赞啊，点一下赞赞，点到10000。但我不是要一刀切啊，所以我在这里呢会把刚才剪完的头发啊拿起来向后带，
我会拉离这个分线，因为我需要它这个推动力更明显，落差更大，所以我往后带。保留。当我往上翻的时候，我保留我的外线、外轮廓。我怎么能确定我保留呢？打个比方说，我目前的分区是3厘米的宽度，那我。上修饰的上角度。嗯，是的，我们剪头发确实是目标。上点关注，下点赞。专业。然后呢？下一句。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上高速。到位到位。好，然后呢？你很老司机。我别被你们逗点手就行。点赞点赞两万。然后跳舞给你看。你可以看一看，我们就用刚才相同的一个手法，也是啊，先从。中间就给拉一下，这样是不是有参照啊？啊，我有参照，拿一样的。不用点点就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它这个发量，其实不用点点。啊，兄弟们不要停啊，站站走一走啊，活到99啊。很粗硬的那种，是不是可以选择用点点？这个感谢居民送的纸鹤啊。不用说，有没有？谢。你看我这学生，上着课还要兼职主播。就可能整个一个给它分一个圆的，然后再去这样去也是可以的。对，也是可以的。后面延伸到后部。对，其实你看，我就是让它脸部周围是有这种层次，有这种破碎感，然后同时保留一点点长度。氛围感就出来了。对。然后这里的一个长度。是的，兄弟们，点赞到20000的话，连头发就会跳舞了。真像那么一回事，相当的。你真的是要去兼顾一下这个职业。这兄弟说点了20000，老师跳舞，怎么可能？你做梦啊！嗯，你想头发跳舞？想多了啊！嗯、头发可以跳舞。老师不会跳舞。跳舞。老师不会跳舞。跳舞。老师不会跳舞。分区的保护就保持一个均匀啊。斜往后的云你怎么？因为我不是要剪前面的圆形边缘城市吗？斜后往前。对对对，因为他想要有一点朋克感，所以我就希望就稍微包我一点。对对对，是的那种，然后有一点破碎感，有一点这种包裹感。而有的时候剪头发。现在，尤其我的模特其实他们都还挺有型的，自己就本身很有态度，所以他们很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也变得很简单。我只要做到他们想要的感觉就行了。新进来兄弟可以把赞赞免费的赞赞点一下。下面那一层的保线吗？我就将这里的。快没电了，来个充电器。对，好，这样来看，下单这是不是还是拉到刚才那一层啊？对，啊、嗯，对，然后两边是一样，先给它拉到一层，然后再去角。哎，那个第二层也是在找外线的引导线吗？你刚才拉到柱子上的那个位置了啊？是比它高还是三角那个地点方式？就第一片拉的那个外轮廓线是啥？就把它拉过来。你看，它能看到，这不就是上面的导线吗？这个拉过来。比它角度高一点。
就拉到那个位置上，不用搞很高。也不是顶点。不是顶点，我其实就是希望它的轮廓还是有一点，因为它头发其实发量不多的同时，它又是浅色嘛，是吧？这就是刚才说的有点交叉的，交叉是交叉吗？反曲？不是交叉，就是一个反曲除啊。反曲除。所以你看我都往前带完了之后，我再往后带，我这里是不是我的底线都没碰到啊？是。哦，然后我们再回来再来看一看啊，这里的头发，它是不是还是，还是那个边缘轮廓？但是它就比刚才一刀切。在有形的情况下，它是虚虚的，然后有一点重量，是吧？是，对。哦，它后面我也会加工一些，但是我想要前面的氛围先给够了，我再去处理后面。都是围绕着这个分线，这个分线用的是斜往后嘛，我就守卫，你看我就是跟着斜纹线走就行了，到两侧我剪不到，对吧？啊，那个耳朵是不是也不会破洞？你刚才剪的啥弦儿，都还在，对吧？好，然后再来继续。我先将平时把它所有的头发。要不快来剪剪一下。这个方法都是一样的啊。好，可以拿着第三镜。行。后边的层次啊，目前它是一刀品，那我还是需要它有一点点层次的，啊，有一点层次的。今天的这个感觉都让它有一点外翻一点。那我在这里呢，我会分一个中分线，后面我也用三层布连接啊。这个分区分的高一点，因为它头发并不厚，我还需要那个 A， 对不对？哎，对，我需要那个 A， 所以我保留一点厚重。哎，保留一点的厚重度。其实他的头发不连接，真的不是为了去量，所以少去一点。我更多就是为了制造它的动感。动感，对的。至少留三十为他那个这个剪的是吧？哎，对，它的厚度是在。比如说我现在分区大概有5-6厘米的厚度吧，但是我只剪3厘米，那是不是3厘米以内的曲线条我相当于没动，没毛病吧，是吧？
啊，我只是给了他一点点橙汁。那我波动一下，我感觉啊，假如这个 A 流太多了，我是不是再起来再多去一点？是啊，看效果怎么样。对的。边剪边拨拨头发看一看，然后我再拉起来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我的侧面的这个角度不能动。哎呀，这个 A 咱们还得留着啊，耳后的这个氛围还是留着的。然后我的下面这一侧。拉的时候是还是拉方的？方或者三角。我其实现在都没管什么形状，我就是尽可能在去量的同时呢，去的多点，然后侧面别变短。然后我在剪的时候，你看我这个手位拉出来，我侧面的头发我不能给它剪掉，这个角我在留着，所以它接近方形。方圆三角这种东西呢，其实它最后你们要了解它的功能性，你才能把它用得很好。所以我今天第一段理论是跟你们回顾这个功能性。这个颜色其实做客人也还挺好看的哈。嗯。在夏天。平常有做的。这是什么颜色？这个，这个是水绿色。不是蓝色吗？你看不出来。那这一层的话呢？看起来像黄色的。其实这一层我在去拿的时候，橘粉我太需要考虑一定要保留它的 A。假如我这里还保留它的 A， 对，这橘色。事实上它的效果怎么样？你眼睛看起来像是。是橘色，它 A 就会留的比较多，所以我在这里。那你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橘色的？刚才的分区多厚，看起来有点像黄的。这样呢？这个 A 是不是就薄一点点？是吗？那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对，你像我这里，假如我要不想要留 A， 我可以再多剪一点。但我剪的越多，你看啊，我现在就是没有考虑留 A 这件事儿。你看，是砍模的，他真的是，有时候要体检了，那个搞了好久都搞不出来。你前面那么乱，你后面太钝了，是不也不太合适？嗯、对，所以剪头发你就看看这个比例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感，所以我们就需要自己发掘一下自己的那个美感。然后呢，还有就是不要自嗨，要客人喜欢。好，这不是前面的头发吗？那老师，刚才你这下面是剪三厘米的话，那我们现在最少要剪四厘米，就这个意思吗？是这样。一定要比它多。多一点，你看现在这个效果是吧 ？A 也有，那个氛围也有，但是这个层次是起来的。那如果你要好奇这两个发片它到底有多不连接，拉出来看一下。哎，拉出来看一下。然后我们来看，这是第一层，看到吗？这是第一层，然后这里是第二层。对吧？都是反去除啊，反去除这个技术啊，它就是去除加去除，所以它柔。然后如果我不切这个底边，我直接拿这落下来，不是很破碎吗？对吧？它整齐不是因为我第一步给了 A 吗？对吧？厚重感跟诚实感都有。这样是不是跟前面也是交接的啊？是的。哎，没有断开，那个目的性一定是一直想着的，我想要的长度，我想要的方向。我想拿来再。好，最后一层吧。最后一层，来去看一下。它落回来，它还是一道平。然后在这里，我需要来去看一下镜子。我上次跟小鹿就想剪这种，但是没掌握到精髓。第一层有，第二层没掌握到。我希望它的效果是这样的，然后底边又保留一点厚度。那这里的一个层次来看一下，它刘海是大概到鼻尖，那我后脑勺的头发我至少要跟它一样的高度或者落下来，低一点，哎，我不会给它更高啊，或者低一点点，所以那我大概我就知道我这里能剪多少。所以你比一下你的那个，结合一下自己的这个喜好审美啊，而不是说我拿尺量15厘米就下刀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这里就
重点，最重点。然后呢，底下的头发我不动，我给它放长。放长，这里是不是第三层不连接了？是。啊，我刚才其实就说了，我整个头发其实前后啊，其实都就三层不连接就够了。好，就是我这样下去，它跟前面的不连接的关系是不是还在？嗯。啊，然后这里的头发，看一下落点，看进去，是吧？就在这儿了呀。离开始比划的那个长度是吧？够用。啊，然后两边的头发呢，给它，你用宽尺梳。全都靠向中间，哎，全都靠向中间。这里我剪完，它就是层次啊，它跟外线没啥关系，你不用担心它短，对不对？对。啊，它就是层次。啊，那这个齐整条大概出来了，看到这个层次的感觉了。然后这个角也是在的，这个八字刘海想比过来，这样有个弧度，啊，大概就是。比较良性，我觉得这个效果你们做客人是吧？很多女生是 OK 的啊，嗯，对的。后面剪了几层，你现在的感觉是不是也是前倾后重？对，因为他想要有一点朋克感嘛。其实，在他没有上这个阶段之前，现在这个就很沙龙的一个审美，是吧？柔柔的，对。然后等一会儿他加了阶段，会有朋克一点，因为他想要那种氛围。好，那我先给他吹干，然后我们拍一下效果，你们可以拍一拍这个效果，然后再给他加阶段。好的。兄弟们休息五分钟啊，兄弟们。真来正式了。你可以的啊。这是谁的？给我冲一下呗。不行不行。你变了，你这都61了，我称16啊。主播怎么不能这么？其实模特的肤色还是过度染的，过于白啊，它不适合太白的颜色。嗯，我觉得有点颜色好看。是啊，所以这颜色就……但是呢，模特其实只要她化妆，选择很多。很多。嗯。
没有，还有一个没剪呢啊，别着急，还有一个没剪。兄弟们，着急。这充电器还是快的，你看有四十，刚刚二十，我快充电，边播边充电那么快，快快充，相当快。要不要我就参与？其实他，我感觉他这种弄成示范感也好看。对呀、啊，刚才我们已经拍了一个示范感。对。就是、啊，可以啊，可以啊，比较可爱的，很甜，这个是放的，抓点点那个保湿的。嗯。对，可以啊，可以。回去会剪吗？回去就剪，小心点。那我问他一下，直接推给。其实他这种吃饭的也行。是啊。
现在我们的客户稍微懂一点点穿搭的，他对发型这些发型啊，所谓的头侧风啊都能接受的。
放心，先放心吗？放心。越低越好，对，本身就没怎么太高，本身顺着的话，把那个细了，嗯，做成过线了，帅气，对，可以，是吧？明天给你多备一个，实习，定量定量。要去哪？要去宁波。定明天的。要一杯纹身，要纹，必须纹，下课就安排。我一直都想纹身，我到现在也没纹。不是不敢纹，是也是不敢纹啊，太胖了，纹不好看，你知道吗？反正你老公替你纹。他全是纹身。可以到后吗？没有，那个帮。他可能要转，在那转。但他很男性。到了宁波，然后走针走的很深。然后就直接。130，多少米？三个小时。你知道我想说。要3个小时哦。你不太适合。坐高铁2个小时。高铁都3个小时。2个小时。2小时43分，动车。嗯。顺风车3个小时。跟去广州差不多，要150一个人，450。这不方便，顺风车直接到。有顺风车。这个白色的给我弄学生的，是这个白色的这个，放在这个很像。没了。
质感拍照。你手上用的剪刀是你店有卖？这个是买水果的剪刀师。水果，水果师。这个是水果限定。那你挺喜欢吃的。我其实还挺喜欢一个味吧。不爱还吃吗？嗯，是的，这叫什么 NBA？ 那个是我目前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那个，感觉我在树林里面逛。我要剪短中短发，还是用小梳子，然后再去剪一些中长发的时候，可以用大梳子、大剪刀。这是 YS， 大背心。这有分大小。嗯，这款。基本上是老一辈的鹿晗必选的，对，都必选的。对，是的，是的。我那把也是丛林豹里面相对好一点的，好像也六七百。就好一点的丛林豹，差一点的是杨戬，应该是，他说。啊，对。杨戬，对对对。对呀、啊。八零年代的。现在好像都看不到那把。对，看不到杨戬。又暴露了你的年龄。年龄这件事儿也回避不了，没办法。那个是七零后吗？七零。那个九零后的。学生里面，现在八零后都越来越少。主要都是，那都是我们会发现年轻人他也学习，年轻人学习的也挺多，会有一个瓶颈期吧，就是他们做网络做的挺好，然后但是做着做着会发现留课不行，至少几个人。分三层就好，然后也是拿前后交接，现在
一拿胶卷你就问题就能看到了，对吧？是这个可以用点检去。当然可以，你们不敢下手的都可以。给大姐可以是是他那个去角的时候可以走圆弧一点。啊，对的。拜拜，不敢下刀就大姐。不敢下刀的都可以选择用点检啊。不敢下刀就。这样能看到吗？老师，这个品检有技巧。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就是我为什么要用评检？其实我做客人也不见得都用评检，但是我用评检的目的是要让你们充分的感觉到技术对了，我不点它都揉，是吧？就是我觉得用结果说服人是最有力量的啊。是能睡觉。抓点东西，收工，完美。你看啊，如果想弄那日系的小可爱的感觉，往前抓，往前一抓，然后再给个小空气刘海，不就是吗？对吧？所以同样一个发型，你最后怎么输出，完全看你个人。马上在想好。日系，我喜欢。那纹身的价格表发给我老板看一下。雄鹰展翅。半小时算了呀。啊？半小时算了。一小时多少钱？图案越大就越时间越长，就越半小时一般标准半小时。肯定啊，面积对啊。他背上那个翅膀已经没力气了。给他加盖条龙，龙飞凤舞。龙龙先给他拍一下。对，就这种感。漂亮，拍一下，然后再加。漂亮。在家里。Fancy。Fancy。有请下一位。Angela 呢？有请下一位。Angela。Angela baby。那就先去。化妆的是吧？那我这个空间就画个图，好吧？好。让他打招呼啊。收的。好。好。就从哪一块？这个结构就是后区几层，不能。后面三层，前面三层。前屈斜发分走圆，这样子。前面是这样。对，往后拉嘛，往后提嘛，去练。不是。前后的方法是一样。好。来来来。来。这个妹妹有剪短发。有用忘记。没有，上次剪的。是啊，明天剪吧。可以啊，我先剪。你是今天想做吗？可以啊，我就先拍一个直的，拍完了我给你做点儿右圈。晚上有片儿的。一起啊，一起。啥呀？啥都一起。有没有说一起？一起。他呢，我就会用那个圆形的去。没根据。今天这两个颜色都
对。把老师的颜色弄一下。这位模特是什么职业？他是服装设计师，服装设计师自己的品牌。你以前的呢？嗯，头发上次我给你剪成什么？我两个月剪吧，没有。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这头发不剪也挺好的。他现在没剪的状态跟刚刚剪完是不是有点类似呢？感觉？啊？跟刚刚剪完的，但是他是连接的。嗯，他连接。他是连接的，所以我就说嘛，有的时候你可以连接，有时候。就感觉形状有点类似。以他俩的头发来讲，其实可以选择，连接就可以达到那种氛围。是。但是不连接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湿发的时候，那个空间感更好。嗯，对。啊。圆形。效果啊，继续，这不是底线。
前就是去。你怎么理解的呢？底线。这样他就说他的感觉挺好，同时还是想要往。切完其实问题不大，它就是保留了。
底线的情况下，前后做了一点交接，对吧？然后那这个头发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用了它基本上原有的那个角度，对吧？然后也是给它破开。这种感觉，我看有些人也是用削刀也在剪出来，就差不多。可以啊，可以啊，拉起来，然后对，就直接刮下来啊，来是啊。对，那有抖音刷到有在剪。是是，我可能我现在在计划8月还是9月请日本的那个那谁托尼盖的那个校长那个老大来，他剪头发真的到位。好看，就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发型师啊，很容易干一段时间，你会失去热情。嗯。你看有热情的老师剪头发，一种享受，回归是一种享受。回归还有一种人剪头发就是对付，是不是？是。但我看他剪头，我就觉得很有热情。是。嗯。像我们这个东西看你剪的话也是热情，我觉得是挺有热情的。你像我们做剪发课，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把模特儿头发染怎么怎么样，但是对我来讲，每一个都是我的出品，都是我的作品，我希望它是更完整，对，更接近完美。只有第一天的那个短发，他是从来不做烫染。好，我现在来去剪头顶啊。剪头顶的时候，你大概要想象一下这个效果。如果你希望它的重量像刚才那种，就是前轻后重的，你就先从脑顶开始剪，剪短一点，往前靠，这样是不是后面就重了？啊，所以就是我们在剪头发的时候，一定是有目标性的。你知道你要什么效果的时候，你更方便来去想啊，什么节奏从哪开始。正常来说，前轻后重会显年轻点啊。正常来说，目前的审美主流是这样的啊。对，目前的审美主流。
保留底下一段，然后这里我会跟底下我比不连接，然后这个长度呢不连接，我用表面的长度做一个参考，先录下来来看一下。我希望它的重量是叠加在这个地方，你看呢，基本上就落在同一个位置了，是吧？好，落完了之后，我用一点放射，好，靠向上一片，那我不需要都靠到一片，这样能看到我的导线啊。然后甚至我可以原位，如果我不希望侧面太长太重，是否我也可以选择身体站位跟着头型走，原位提拉就好了。你也不用考虑下面，因为下面是短的，它铁定是剪不到的，对吧？嗯。所以就跟着走就完了。继续移动。我目前剪到这里，大家都还能看懂，能理解啊？我没有用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啊。刚才反去除相对复杂一点，这个就很简单。某一个阶段很喜欢简单，很创意，但是呢，大部分生活当中，我们做客人其实不需要那么复杂。因为我每一个层次都是卡到底的，是吧？只是没动长度而已。
任轻盈，适合法量比较。嗯。那法量比较。我上次给他剪爆了，然后因为他平时。效果立竿见影。
这个有空间性，然后是你三维，然后是它的长度长度也是。把截图发给我的、嗯、应该是说应该是泽西，你姓安是吧？应该是泽西，你姓安是吧？哎，泽西你好。
那你这个感觉是已经出来了，它就是有一点柔柔的，然后有点小弹跳的感觉。嗯嗯。然后我现在，反正这个氛围是我要的那个氛围。这写好干活。对，好好挣钱，别学习，来。然后我们先从中间，我先从中间去进行一个点检。你看我的底线已经很柔和了啊。那我在点的时候，我的边线就不用点太多，怎么剪的怎么进去点。他的头发我就会点剪，他头发只是细啊，他的量 OK 的，对对对，发现了吗？发量是够的，发量是没问题的，所以我还是会点剪。那刚才那个人的话，我觉得他剪完到位了，我就不点了，因为他的头发除了量少，是不是略微有点沙发，有点薄？是，对。哎，对，我就尽量保留他的质感。你的，我是觉得我今天这两个颜色，你们回去做客人，回去直接模仿，直接用啊。对，颜色。颜色是用不是？一会儿让他们写一下。这个是用。这个应该也是那个威廉，这个是用施华蔻的吗？对，两个都是用。是一个上扬的感觉。是的。这个氛围就差不多。然后呢，稍许如果要细究一下，就是这个副刘海，这个地方啊，也是很容易单独的拿起来。是这个假。
给我倒杯水啊。Carol 老师瘦了好多，前阵胖子都快要艺术屏幕了。Thank you.
们四个都在后边吗？拿那个相机给我录一下。完了，那个张扬那个呢，要去趟店里啊。啊，你包，你没有包啊？你可以去店里。杂毛修精致的，把它不懂，所以那我剪头发就一直。
还赚，模特都快要给我赚没了，给你赚。